情况，我怎么才多了这么一点面条呀？老板老板，你可千万不要开除我呀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也太难了吧。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。哎我去，我怎么被一口给吃掉了呀？这样一个厨师呢，被一个大嘴小朋友一口给吃掉了。哎我的天，这也太吓人了吧。今天老板又让我来做面条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小心一点，我胆子实在是太小了。哎不对劲呀，我面条呢？我做了好多好多面条，可是现在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呀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我的面条被偷吃了。你们这些可恶的大嘴怪，为什么要偷吃我的面条呀？你们一个个张这么大的嘴，我才不害怕你们呢。等我送完面条，一会儿就回来打你们的屁股。哎我去，今天的客人怎么这么多呀？我做的面条到底够不够吃的呀？1、2、3、4、5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没打到，打了小松鼠。哎呦我去，竟然够吃的！你们看，客人们都站起来给我鼓掌了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啊，真香，真香，真香。